大家好，我是孙碰。本部片是休闲影片，先前已经有一些经验值算式的影片给各位玩家看过了。这一部影片是直接来记录我存饼干小屋一天获得的经验量，来给各位玩家看。首先，40个10亿等的饼干小屋，8小时的产量是6880颗一等的经验糖，一天的总产量是20640颗糖果。搭配这一次地精研究室升满的糖果加成，可以额外再获得 10% 的经验加成。不过现在这个发片时间刚好有一些显示的 bug， 只有在吃下去的时候才会有显示 10% 的差距，所以要升级的玩家就自己稍微留意一下。那以上这个是针对饼干小屋的部分，当然另外还有喷泉啊，还有通行证地标等等的差距。不过饼干小屋的整体差距会比较大，主要是鼓励各位玩家可以早日把城堡升上去，就祝各位玩家一起来成长吧。简单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是碰碰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